嗯，有点意思。这里面呢，有你想要的鼠标。嗯，哦，我抽中了，你送我是吗？对。哎呀，妞妞好喜欢他呀。还有就是一些信用兑换券，但是这十五个里有一个，是你一周里面不许打任何游戏，可以开电脑，但是不许打任何游戏，除了电脑以外，任何游戏连界面都不许开，都不能装进的游戏，就在里面。OK。喂，开车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有可能哦，因为这是个紫色的哦。你记得吗？我不记得。我看你的表情。啊，我怎么觉得他们俩的感觉像？好了，没了。妞妞像男朋友。你为什么就死定他？电脑。电脑个鬼哦！哎呀，你可以换一个嘛，你这人就容易吊死在一棵树上。不就你吗？还有机会，快呀！我这一生就躺在这个上，整只都给你抓起来了，再给我一跳。那这只可能跟你真的有缘了。好的。你看半叔的表情，我感觉被你玩了。玩了吧，玩了吧。等会儿为了证明我没有下。不打游戏一周，再来一次。你故意的。给快给快啊！你故意的。一周内不准打任何游戏哦。你故意的。这是真的。我好难受啊！开开心心过生日，快快乐乐抽奖。真的就一周不准打游戏了？真的，你自己好好念一遍，读。一周内，我给你录下来好不好？万一你要打怎么办？一周内不准打任何游戏，做得到吗？可以吧？什么叫八八八去了？说。可以。啊，这个音乐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，我看你一样食物都没有，好吧，你就再掉最后一次，就是不是掉最后一次，是掉最后一个。你好没原则。不是，我看你太可怜了。我太可怜了，好吧，就感觉被玩了一圈。我觉得这个黑色的，肯定是我要的东西，可是它在角落里，你就是不给我，看到没？一抓一个准，肯定是好东西。什么？向林宇航大声表白！向林宇航大声表白！他写的内容都好少女，好少女啊！我也不想跟你大声表白了，好吧？为什么？我来说一点对你二十五岁的一个期许，好吧？嗯，那不是应该是我说的吗？土拨鼠，太像土拨鼠了！那不是应该是我说的吗？我就是觉得你以后呢，我也不是说我完全不支持你打游戏，对吧？我今天准备这个电脑呢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呢，没有一个人会不休息打游戏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可以这样打游戏。你怎么要哭了嘞？你知道你妈妈也很担心不？你妈妈也不能寐。土拨鼠哭了。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以后少打点游戏。好吧，这就是我对你的表白，别的表白也没啥好表的，对吧？我还想录呢。说我爱你，这是太假了，啊，这是恶心，这是。那你天天让我说吧。那是我要确保你爱不爱我，对吧？那你也说一下吧。我不想说。为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就每天晚上你让我对你说的呀。唱小燕子吗？不是。你现在唱一点。他没地方是给他唱小燕子吗？小燕子把门开开。那是小白兔。你
你现在唱一遍。不唱。快。宝宝，我现在睡觉了，晚安，爱你哦，拜拜，嗯，好，拜拜，嗯。这是我晚上说的吗？嗯，这是你说的。这是你说的。你说的。你说的。好了，你表白成功。怎么办啊？被他感动到了。哎呀，就范思静要去掌控这个男孩子。把他耍得妥妥准你要是主动型的，就是那你们是怎么看待男生打游戏？请先发表您 你方观点。我其实很理解这个男生的欲望，因为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沉迷于网游，说不定他考上会计就是因为他游戏打得好。真的，脑子转得快。这是借口。真的不是，这是借口。真的不是，这是借口。真的不是，这是借口。真的，电竞已经变成了一项体育项目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毕竟这个游戏又是买装备了，乒铃乓了，他整天要沉迷于这个。范思静意思他是有工作的，他现在就是空下来就是游戏，空下来就是游戏，那就不行。因为你是25岁，你成年人，你是有思维的。问题不是说我不让你打游戏，就是说你在这整个处事的过程当中任何事情都要节制。那我作为一个打游戏的人，我要是小学的话，我如果一周的话，我会偷偷的我会偷偷的玩，但我不会告诉他。这个男的不能养，这个男的不能养。偷偷的，你能把这个偷偷说出来已经是不能要。全程你是带入在小林，他是在担心小林。我觉得没有一个男人是生而完美的，对，但是我们对他未来要有信心。小林我觉得也是如此。这个片子到最后其实只剩下最后一个悬念，就是大家都希望他变成一个自律的男子，这是一份成长，他做得到吗？应该能做到。应该可以。做不到。大家把今天预测都搁在这儿了。其实玩游戏我觉得是 OK 的了，可以起到解压放松的作用，但是还是要控制好时间，不能沉迷。所以到底小林能不能坚持一周不打游戏呢？现在下载腾讯微视，搜索女儿们的男朋友官方账号，在猜测剧情走向的短视频中选择 A 或 B， 只要你猜对剧情就可以领红包哦。这可是微视的最新玩法，可以领红包的互动视频，赶紧下载可以互动的视频腾讯微视去领红包吧。那下一个 VCR 会是谁的女儿？我们先听一段 talk。我把今天的回忆牢牢地锁在你心里。Cool。 啊哟，你看四个爸爸的一脸懵。